杰哥啊，这个感谢送来的热气球，来叔叔还给你们直播间5000多个人瞄准，咱们将把一送这个热气球的，点点关注，帅哥姐们，最后20秒来，能不能加加油？能不能打个4000飞出来？最后20秒，来加加油。他说又想跑了。不是，那肯定被一直扣鼻子干嘛嘛？去扣鼻子了。我的天哪！来，最后11，哦，结束了。嗯。移了没有？是帅哥姐们，移了没有？移了，谢谢黄黄哥、黄黄姐姐送的墨镜，谢谢谢谢。感谢张哥啊，感谢张平哥，谢谢。感谢把一把二把三啊，感谢我们的吉哥，还有把二把三来输出来一个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谢谢。你已经输了一把了，知道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要让你输的心服口服。切，我是不会的。你能打赢我是你的本事，知道吧？我要的是气质，我没说要打赢，我要的是气质，打不打赢都无所谓，知道吧？你没有看到你的气质一直在抠鼻屎干嘛？这让我操！我的天哪，这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是烦死啊！好多蚊子呀，都进我的嘴巴。那你可以把那个鸡头抓过去再抠啊！我的天哪，你对着鸡口对着抠，这不礼貌了，抖不抖啊？这么大的人，我就这样子，我就把那个鼻屎给你们抠给你们两个吃。来闭麦闭麦，我不想跟你说话了。我的天哪，笑死我了！这人嘛，帅哥姐们刚刚赢了一把了啊！刚刚赢了一把了。来加油吧，叔叔还给姐妹加油，来无语了是吧？加油，最后一把啊，这把我们移了，让直接让他做惩罚啊，直接咱们让他去跟他妈妈说啊。哇，这感谢感谢感谢我诱惑哥哥，感谢我诱惑哥哥啊，感谢我诱惑哥哥送来的礼物，来叔叔还给姐妹加加油啊，嗯，来给公屏的受特效的点点关注。哇，感谢感谢，乐在其中，哥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来直播间5000多个人，只要是公屏上送特效的，咱们直接去点关注，好吧？直接瞄准去点关注，好吧？对，谢谢哥哥及叔叔阿姨们为阿伟哥阿紫的支持啊，嗯，感谢你们对我们两个的支持，我们两个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哇，谢谢感谢七哥啊，七位哥哥，谢谢。来加油，感谢魏，感谢华仔哥，来，谢谢谢谢，加油，感谢红豆哥哥，感谢杨姐，谢谢。来加加油，最后3分钟。哇，这感谢谢送的鸭子，谢谢黄磊，感谢华仔哥，感谢华仔哥送的鸭子，谢谢送的墨镜，谢谢，还有笑看人生送的鸭子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非常感谢感谢你们对阿伟跟阿紫墨的支持啊，就是，非常感谢直播间5000多个人是帅哥姐妹对我们两位我们两个的支持啊，我们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哇，谢谢送的鸭子，谢谢。谢谢送来的鸭子，谢谢。来加油，叔叔哥姐妹，咱们能不能打个3000分出来？是天鹅，对对，是天鹅。鸭子。我们两个老师是鸭子。哦，那长得有点像鸭子哦，所以就一直是这样。哇，哇，这感谢诱惑哥哥，谢谢送来的这个谢谢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叫。还有2分钟啊，还有2分钟。感谢来加油。加油，叔叔阿姨们！因为我们没有怎么打 PK，所以呢，很少接到这些礼物啊，嗯，所以就刚才那个叫李花童，李花童是吧，嗯？哦，谢谢哇，感谢飞天鹅，飞天鹅，感谢爱笑的人送来的飞天鹅，谢谢，加油，来，叔叔阿姨们，哇，感谢送来的飞天鹅，谢谢，好漂亮啊，谢谢，最后2分钟，你20秒，能不能打个3000分出来？伟杰街的家人们，来5000多个人，加油，哇，感谢送来的墨镜，谢谢紫姐姐送的这个。墨迹啊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，来，咱们能不能打个3000分出来？哇，谢谢送的飞天鹅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，来加油，叔叔一个姐妹，来后面的拉拉队5000多个人瞄准咱们，哇，这感谢吉祥哥送来的这个热气球，来给咱们这个吉祥哥点点关注，1800分了，来能不能打个3000分出来？最后1分钟，你40秒，咱们伟家居的家人们，能不能打个？3000分出来，现在2000分了，差不多。嗯，谢谢。只差1000分了，能不能来个特效？哪个威武霸气的大哥大姐？来，帅妹、帅哥姐们，然后还没有点赞赞的，把赞赞点起来啊！把赞赞点起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后面的拉拉队啊，给咱们这把上送礼物的点点关注，然后赞赞点一下啊，谢谢。对，加油！最后1分钟了，咱们哪个直播间5000多个人，哪个威武霸气的大哥大姐站出来，把我们来个特效啊！直接来个特效安排他。直接来个特效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加油，加油，谢谢，
谢谢。最后一分钟了，来加加油，叔叔阿姨姐妹们加油！哇，感谢瘦了的飞天鹅，感谢香香人，谢谢。谢谢香香人哥哥，谢谢，感谢老张，谢，感谢猴豆哥，来加油，叔叔阿姨姐妹们，最后50秒了。只有50秒了，现在是2000分，能不能咱们家能不能打个3000分出来？谢谢送的，感谢送来的纸飞，谢。加油，最后40秒了，只有40秒了，阿伟加油！谢谢大哥们，谢大哥大姐们，谢谢你们支持，谢谢。打死他是吧？谢。谢谢各位姐妹们，感谢大力支持啊、哦，谢。来直播间5000多个人，瞄准公屏上送特效的点关注，好吧？嗯。只要是送特效的，咱们就瞄准点关注，好不好？这叫支持阿紫跟阿伟。感谢瘦来的帽戒，谢谢你瘦来的帽戒，这很帅，奥利给！这最后16秒，来加油，帅哥姐妹，最后八百分，能不能来个特效？加油，帅哥姐妹，能不能整个特效？能不能来个特效？来加油！哦，输了吗？赢了，输了是赢了。谢谢81、82、83哥哥们，谢谢你们，谢，不用送了，感谢杨总啊，感谢杨总送的飞天鹅，谢谢。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啊，不用送了，移了就不用送了啊，叔叔阿姨姐妹，对，移了就不用送了啊。谢谢你们，谢谢81、82、83、84哥哥们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。感谢啊，感谢，谢谢非常。不要送礼物了，不要送礼物了，不要泡费了啊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输了吧。赢了，什么？你们两个会不会这样子？就是单边挑眉毛，又会不会这样子？哎呀，不要给我们来这些没用的。那我们出去聊。这车一直燃着，这他会老是熄火。你输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输了，我跟你说。嗯、你说嘛？你输了嘛，对吧？嗯。来，我跟你说，来，现在你输了，对吧？嗯。你输了的话，那么你就这样子。你今天晚上太晚了，我相信你妈妈也可能睡觉了啊。睡觉了。对，然后呢，明天早上你起来了，你去找你妈妈。然后你好好跟你妈妈说一下，好吧？因为首先呢，阿伟哥和阿紫姐不是你的仇人，知道吧？第一点，第二点的话，对面卡了，是我卡，是你卡？你卡。啊，你听我说啊。嗯。首先呢，第一点的话啊，第一点的话。感谢依不舍把车扫出的，不是一直拿着看那个。我小爱心，不要送了啊！你听我说啊，阿姨莫。嗯。嗯，我在听呢。我在听呢，你说嘛，你想说什么？感谢叔叔的玫瑰花，感谢再次叔叔的玫瑰花，不要送了啊、哦！谢谢你的支持，阿伟哥、哎、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我听到了，来你听我说。嗯。第一啊、哦，第一，你明天早上起来了，你明天早上起来了，那么，对吧？首先第一。阿伟哥和阿紫姐不是你的仇人 ，OK， 对吧？你的卡是我的卡，啊？你的卡了，你的太卡了，你的太卡了。你们是我的卡，是他的卡？你的，我的没卡。是我的卡是吧？对，你的太卡了。没事，就在山上嘛。不卡是吧？他的卡是吧？你的卡，你好好的调整一下。
没有你的卡，我的这边的人是说你的卡。那我这边的人是人说你的卡呀，不卡是吧？现在不卡了是吧？现在还卡不哥姐们？我们这么着啊，阿姨莫，你听我说啊，现在、现在我跟你说，现在直播间我这边有5000多个人，6000个人，你那边有几千个人可能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啊，咱们一码归一码，对吧？刚才愿赌服输，对吧？你输了，那你就、你输了你就，对不对？你输了你就那样子，你输了你就好好的那种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么的啊，第一，你明天早上起来，今天晚上太晚了，我就不要求你去找你妈妈说了，今天晚上太晚了。那么明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你去找你妈妈，知道吧？嗯。第一时间你去找你妈妈，然后呢，你跟你妈妈说，你说啊、妈妈，其实阿自己他最近也很辛苦的，对吧？在家里面干活也很累，最近很辛苦。然后呢，今天的话我有点心情不好，然后前两天他惹我生气了，所以我有点心情不好，所以我才故意这么说的。其实他在家里面什么活他都在做，他也很辛苦的。然后这个阿伟哥呢，是阿自己认识的一个朋友，然后呢，他也帮助了我们家很多事情啊，这些都不说了。但是他人也很善良的，他对我们也挺好的。你要这么去跟你妈妈说，知道吧？好，这是做人的原则，知道吧？第一呢，第一呢，我们不是你的敌人，也不是你的仇人啊。第二的话，你也没有必要就是加醋加盐的，就让你妈妈更恨我，还有更恨你几级这样子，知道吧？我哪里加醋加盐嘛？你今天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你加醋加盐的，你跟你妈妈怎么说的啊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真的是莫废话。对，啊，这个是我对你的要求啊。那么愿赌服输，你既然你打 PK 你输了，妈妈不是姐姐的妈妈呀？你就这么的。妈妈是后姐姐的后妈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也太坏了吧！你们两个真的是明白了吧？明白了是吧？不明白。我跟你说的你都清楚了吗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那就这样子吧，挂了啊。好的吧，好的吧，真的是，哎呀。什么好的吧，好的吧，真的是，你还不乐意的很哦。哦，天哪，好冷啊！感谢点赞，刷一个姐妹来直播间5000多个人、哦。我们现在是站在马路边这边的。对，所以有点冷啊，站在马路边这边，有点冷。对，对了，叔叔阿姨哥姐妹，问一下大家啊，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，直播间5000多个人，问一下大家，就是说，前两天阿伟哥帮助安子墨，就是给大家叔叔阿姨们分享了一些就是。吃的还有就是一些好东西，大家应该都收到号了吧？收到了没有？就是说，前两天在阿伟哥直播间也好，在阿子墨直播间也好，就是说，阿伟哥帮助阿子墨去给叔叔阿姨们分享了一些吃的，对，还有就是一些好东西，对吧？是吧？大家都收到了没有？收到了没有？我们已经发号了啊，发号了，大家都收到了没有？收到了的话，公屏上打一个收到了啊，收到了，对，很多人都收到了，是吧？对，你们说到了不好吃。对，说到了你们吃了管什么又好不好吃，这些公屏上打出来好吧？因为阿伟哥和阿子墨是想做一个口碑，就是让叔叔阿姨哥哥们觉得阿伟哥是一个正能量的人，对吧？不然的话，你们阿子是你们的好朋友，对吧？你们也不放心把阿子墨交给我，对吧？都说到了是吧？好是吧？好吃是吧？那你们都吃过了吗？吃了感觉明天到是吧？对，有些应该明天到，后面拍的是。后面拍的应该是明天到啊、哦。那么你们收到后了，好吃是吧？对，好不好吃？没收到，应该有些人还没收到啊，应该不一样的。因为是前天发货的这些的话，应该还没有收到啊，应该明天就到了，可能明天就到了。对，有些前面那是应该到了啊。对对。对，来，叔叔阿姨哥姐妹，咱们就这么的啊，咱们就是说公平公正啊，公平公正。然后呢，咱们就一个对吧，咱们就好吃就打好吃，不好吃就不好吃，没事的啊、哦、咱们就一码归一码，对不对？你们说到号了，你们觉得好吃就打一个好吃好不好？叔叔阿哥姐妹，好吃就打个好吃。对对，感谢啊，感谢啊。好吃小香菇是吗？好吃就好，好吃就好。对，好吃就公屏上打出来啊、哦、对对。那么我相信啊，因为阿伟跟阿紫是想做的是一个口碑，那么
你看这前一段时间啊，子墨也就一直也没有机会去打工嘛，也挣不到钱。那么对，我一直在楼村这边收这些。楼村在这边呢，他也就是说在他们村里啊，也就是说，因为我帮他卖过一次嘛，我帮他在直播间带过一次，然后呢，叔叔阿姨们都说好吃之后呢，他也想就是说想挣点生活费，一天这个一两百块钱对吧？就比如说大家拍一单呢，他这个几毛钱，然后呢就把这些好东西呢给分享给叔叔阿姨们。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就都收到号了，都说好吃，都在私信他，所以他也很有兴趣去做这些事情。对的，他就觉得哎呀，他做了一些好事情，他能把好吃的东西分享给叔叔阿姨们，知道吧？对，感谢啊，感谢，好吃是吧？好吃就好啊。来，叔叔阿姨跟你们公屏上打出来好不好吃。嗯，对，收到号了，好不好吃？来，帅哥姐们，你们觉得就是我们带给你们那些东西好不好吃？好吃就在公屏上打一波好吃啊。没有，不会感冒的，不会感冒的，不是很冷。那么直播间啊，直播间来五千个人，就是说直播间五千个人有还有没有，就是没有在阿伟哥和阿紫直播间就是拍过就是好这些好东西的，有没有，就是没有还没有尝试过阿紫墨分享给大家的这些好东西的，有没有，有的话打个扣个一出来，我看看有多少。报一下是吧？就是直播间还有没有？有是不是啊？对，还没有收到，就是还没有买过的，有没有？有就扣个一啊，扣个一。对，扣个一，我看看有多少。叔叔阿姨是没有抢到过，就是在阿紫墨，就是这些阿紫墨分享的东西都是阿紫墨比较喜欢吃的，平时对平时他自己比较喜欢吃，然后他觉得好吃才会给大家分享的。嗯，那么就比如说他也就是像在家里面挣点生活费，拍一单就给他这个几毛钱这样子的。然后呢那天叔叔阿姨们都比较希望比较需要，所以呢就分享给大家了。嗯，好吧，对对，还有那么多扣一的，那么多扣一的话，那阿紫这你还有没有啊，就是说家里面还没有发货的，就是说有，还有一些没卖完，还有一些没有卖完是吧？嗯，那你带过来，我给叔叔阿姨们介绍一下，看他们需要的就真的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那我去带啊，你去拿下来。嗯，这么的啊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阿紫墨这边呢，他前几天收到一些货，因为前几天我们也没有直播，知道吧？前两天我们也没有直播，所以呢，就前几天他去他们村里收货了，收到一些货，也都在家里面，知道吧？前几天你们拍的呢，全部都发货了啊，全部都发货了，然后叔叔阿姨们都收到货了，都说好吃哦，都是吃了管什么用哦。然后呢现在就是阿紫墨这边对，我看阿紫墨家呢这边呢还就是他后面这两天他我们也都没有直播，他又去收了一些货回来，然后呢然后呢